1月24号，2015梦想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，一众明星齐聚，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和抒发着心中的美丽梦想。本次盛典共分为三个篇章，既有恢宏大气的歌舞表演，也有动感十足的流行曲目。而久未露面的台湾歌手张韶涵也是作为当晚的压轴嘉宾隆重登场，一连多首代表作是引爆了全场的热情。爱奇艺娱乐北京报道。